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， 无法接通。算了，到了国外再跟我爸爸说吧。那我们赶紧走吧。走吧。去烈火神盾大厦，姐姐，不去机场吗？你爸爸在烈火神盾给你留了一样东西。啊！终于要出去玩了，啊，真好！等到了国外，我一定要跟我爸爸妈妈去黄金海岸，去悉尼歌剧院，总之要去好多好多好玩的地方。姐姐，你去过国外吗？没有啊。不过没关系，那等我到了国外，每到一个地方，我就拍很多很多的照片，然后发给你看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嗯，一言为定。乐心，嗯，这是你爸爸留给你的。弄得这么神秘，他人呢？这我们就不知道了。你打开看看吧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真奇怪，我爸爸平时很少这样说话的。走吧，时间不早了。我送你们。
你现在主要的是想想以后应该怎么做。你不再是从前的小女孩了，你要开始学会自己做决定了。有没有什么其他亲戚朋友的电话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王叔叔，王叔叔。喂。喂，王叔叔，我爸爸他……孩子，你还是知道了。那我妈妈呢？我妈妈呢？你不用管这些了，就按你爸爸的安排做就行了。啊！不，王叔叔，你必须告诉我，我妈妈怎么样了？孩子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！你妈妈受不了这么重的打击，精神失常，进医院了。乐心，乐心。哎，莎莎，材料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可以呀，这种小事你都这么有耐心。当然了，我潜力大着呢。火狼女那边，我打电话问一下。喂，方导，他已经知道他爸自杀了。他知道了？好，那你一个人能行吗？随时保持联系。知道了，乐心已经知道他爸自杀了，快想个办法呀！没事，你先回去吧。好吧。姐姐，我该怎么办？乐心，这个时候没人会教你怎么办的。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人生没有彩排，有些事情遇到你就得去面对。无论将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你都得闯过去。我终于知道你昨天为什么要跟我说你自己的故事，为什么要说那些话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对不起。你跟我说过，人活着要相信自己，要有希望。我必须留下来，尽我一个子女该尽的责任，这样才对。没有对或不对，有些路你选择了，你就必须得承受相应的代价。如果我留下来，我的生活会变得又苦又累；但是如果我走了，我这辈子都会因为抛下了我妈妈而内疚。我想
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必须留下来照顾我的妈妈，姐姐，谢谢你昨天对我说的话。人活着要有希望，要相信自己，要看得见光，只有这样，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才会有路，有未来，才会有路，有未来。乐心，我们烈火神盾有一个信念：完美主义，负责到底。不管将来你遇到怎样的困难，你都可以来找姐姐。学们都会等着你的。谢谢陈主任。